对对对。跟你说多少遍了、啊？我是妈妈生的。那我是你生的吗？嗯，你们三个都是妈妈生的，每个人都有妈妈，都是妈妈生的。妈不会是孩子，姑姑、爷爷、舅舅，你都不会生，你都忘过了。这都不知道。那爸爸来我们家干嘛嘞？爸来上班睡觉呀。对。不对呀，我们是妈妈生的。为什么都跟爸爸姓嘞？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浩总，为什么？大哥，懵了吧？